各位早安，今天是我们日本行的第四天。那我们现在是六点四十分，我们已经来到赤羽车站，我们要坐七点五十的。哦，保险是六点五十，对，真的很吵。好，我们要坐六点五十的车来去大宫，再换7:17的新干线。我们今天一样是长夜的行程。我今天真的很早，我6点就起床了。好，那就跟着我一起去搭车，开启今天的信浓铁道之旅吧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月台了，那我们可以再坐早一班。6:46了，那这一班好像还多停了一个什么大宫都心的站，等一下来看一下它会怎么走。对，虽然他们做缓急分离，还有各路线的分离做得很彻底，但等之前我坐这个路线是没有，中间是只有停一站就到，但是等一下要停两站，再看一下它会怎么走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喽。
才早上七点出头，但是这店都已经开了，而且还是在付费区里面。觉得日本的车站的经济真的做得很好的。好，我们准备要进新干线的闸口喽。搭乘的是7:17的阿三八往长野，那这应该是每一站都停。然后我们上去，然后在那个14番线有回送车，应该等一下你会看上，你会看到。那今天16番线就没有车了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车应该在18番线吧。AKBAN， yeah。对，我们今天是18番线。下车。
后面的直达车现在也到站了，整个人非常多，我觉得超多人应该要去滑雪，所以没有订到真的蛮正常的。好，现在等我朋友，然后等一下我们换了昌叶信浓铁道，它跟台铁有做这友好协定，那直接用台铁花莲起讫的票可以直接做一日券的兑换，那我们就等他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等一下去搭乘信浓铁道咯。后来发现光是记录新干线的影片就有点太长了，因此这部影片就在这里结尾啦。如果各位铁道迷朋友喜欢这类型的记录影片，请留言告诉我，并且订阅分享按赞，也许哪天来拍拍看台湾的高铁咯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见。